其实真的是男生的事情，我说真的，回头率不夸张，三成以上。来吹一下。哇，真的很凶啊！20年的那个X6修旅车跑旅的开山鼻祖，为什么是绿色的？这是绿色吧？这台车几乎是所有男生的梦想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19哎呦，快了！今天小林没来，小林没来，忙着去签约吗？不是，我们要给大家制造一个假象，就是感觉好像那个有粉丝来跟小林买，一次买了3台，哎呦，所以小林现在陪客户在吃饭，一次买3台就可以吃饭，买5台可以干嘛？你知道可以干嘛吗？买5台可以吃两次饭。好，不能搞了。我们这个今天由我们两个主持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总共几台车？来到9台了。9台，我们把精华的9台先挑出来。好，那开始之前还是要工商时间一下。各位那个干爸、干妈、干哥、干姐、干弟、干妹，好，五湖四海的好朋友们，对，如果现在家里面还有用不到的，最好是什么兰博基尼啦、法拉利啦，什么车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官方 LINE 在这边可以用扫描的加入，也可以打 ID 搜寻小老鼠 HNGDA 宏达就找到我们公司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第一台很凶啊，这一台 BMW 说真的。它这台是大鼻孔的，是全新的4系列的这个双门的，而且它要贴成这样，其实凶哎，真的是男生的事情。我说真的，回头率不夸张，30%以上。哎，除了彩贴之外，它好像还有一些改装的。哦，这个我就内行的，这一组这你内行。哎 ，BC 的20寸的哦 ，BC 现在的 CP 值真的是超高的啊。这一组的话，我觉得不到20。哎，这个是2片锻造的嘞，好，而且还有那个雷射头灯。哎，这个头灯很漂亮。再来，等一下，这个蓝色、湛蓝色的光条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而且这一台，我觉得它贴纸贴到恰到好处了。对，这其实这真的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客人。然后，他买回去之后，他都喜欢做一些改装。对，你看哦，还有还没有说完哦，它东西还不止这边哦。你看，胎皮够不够新？也是新的，再看这胎皮，这跟新的一模一样。里面还有碳纤维，而且是那种干式的，就是那种有纹路，非常非常有质感。比较新款的，像我们 i8 敞篷的，就是这种干式卡布，摸起来的那个皮质，这真的是真皮，颜色我就不清楚。这个不是 FI 尾那个套筒哦，是真的 FI 中尾哦，来吹一下。是啊，全新4系列的这尾灯也非常非常漂亮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四驱的，一定要买四驱。在过弯的时候，真的，你一样100的话，有四驱没四驱，那离心力就不一样。它的后轮差真的有差。好了，来了，这一台2020年的，对，好，我跑2万，真的，光是这一些改装品，我觉得就超过30万。我们这一台最终的收购价。250万，这个金额大概是买上一代的 M4。对，好，但是这个就是看你想不想要开最新的。可是440听说它的实际的战绩是比上一代的 M4 还有起步的时候。对，好，我们来讲2号选手，20年的那个X6。对，好，这个算是那个修旅车跑旅的开山鼻祖，就是先有X6，才有 G91 不配，才有凯越不配，对对不对？对，第三代的好不好？可是上一代X6好像有被 G91 给击败，可是这一代不知道怎样，他又复活了。这一代完全完胜，完胜，真的。而且大家看这个鼻孔这边这样，他那个车头真的，这车头太帅，太帅了。对，你看。这个是环境，环境也有，360环境，跟车也有，5AU 也有，还有这个是头灯是什么 ？LED 的 ，LED 头灯也是比较好的 ，M 版的，对，对不对？你看这边有 M 卡钳的哦，这个就蓝色的，这个就蓝色标准的啦。而且我们也是20寸的铝圈，20寸有 M 卡钳，而且我还有涡门，好，这边又有盲点，又有天窗，又是珍珠白的，你看得懂吗？这不是鲜白色的哦，是珍珠白的哦，是吗？这有选哦，我跟你讲。这个的标准新车比凯宴 Cooper 大概贵20万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啊，你看它还有那个哈曼哈德，
音响，阿玛卡的音响，而且它的那个它中间都是配那个水晶排浪头，水晶排浪头很漂亮哎。所以其实X6跟凯宴一样，他们都是弄到那个奢侈税一半哦。所以说他们回来就是标准的型号，就大概就是大概就都是长这样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X6配的是蛮 OK 的，基本上我觉得唯一的它没有抬头显示器。他们讲有抬头显示器，不能有哈曼卡的。对，这两个你会选哪一个？我比较注重音响，我一定会选，就是抬头显示器就算了，而且它这一台真的是大台，你看它这个行李箱也好大哦，很深哎，很深啊，真的很深。后座也有电子恒温哎，对啊，所以它又四驱恒温，四驱恒温的，对，又四驱恒温，其实配备很有诚意。所以说我们这一台X6真的秒杀车款，而且你看这屁股分三段，一段、两段、三段，真的超帅的。尾灯这样子，凯宴酷配就是开帅、开实用性，可是这个真的是你还可以有一点漂悍的感觉。好，我们这一台讲那么多，公布一下，也是2020年的，对，440新车是多少？370几。380那边，这个新车也是380几，可是两台都一样是2020年的。刚才那台250，这一台你觉得就多少？新车才差10万块而已。没办法，因为这是休旅车。哦，它特别保值啊，真的。特别保值。这一台X6我们最终收购价是295万，哦，不到300。所以说这个真的现在也是秒杀车款，超级秒杀。要的话赶快。好好，我们再来3号选手。哦哟。3号选手，棒球队名车，为什么是绿色的？这是绿色吧？哎，翔哥 ，Hello， 开绿车，开绿帽，没有，这次没有绿帽。听说我们强哥以前也是打棒球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2016年的 Ghibli 3000的，它是汽油胎，汽油，好险是汽油。汽油，好了，跑多少？跑87000公里。这个金额其实真的很便宜呀。最终收购金额148万，148万。我发现，我跟你讲哦，2016年148，你可能不要说西四三一定买不到，买不到，可能连西450都差不多哦。对，这有什么重点要介绍吗？重点就是它的外观，加光膜，加光膜，然后一些碳纤维的贴膜的点缀，装点的哦。内装呢？内装，我觉得它自己有升级一个大萤幕的那个，哎呦，触控式的大萤幕，操，超屌的，那可以看电影，真的，可以看电影，非常赞，在车上看棒球比赛。对，其实说实在话，这一台整体的那种气势比上一台更强，上一台玛莎白的真的有点太温文儒雅，这个买回去很 OK。原车黑的，你看它这边连都是它包碳纤维的哈，对，但它这个感觉蛮新的。好了，发动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幕，电影按下去，有没有？玩命关头，保罗沃克，而且它有一个中文的导航。我觉得那台内装算是有在顾的呢，安全带，不会说使用痕迹很明显，座椅也蛮 OK 的。这一台质感真的不是乱改那种改法的，就是看起来很有质感。我们要来4号选手。哎呦，给我长一下头。今天贵姓？姓谢。姓谢 ，Alan 谢。谢。从美国远渡回来，接到这台车。Yamaha， 2018年的 Yamaha。英文怎么讲？Master， 我跟你讲，野马跟开 C300 出去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它就是一台跑车，这种年轻人的最爱。重点，我们先讲最终收购价，不然到时候我们聊得太开心就忘记了。2018年的最终收购价是128万，可以，来，神不神？神。这一台车真的是新车200万，快200万。说实在的，媲美保时捷了啦，能这么保值的没几台车啦。我们水货办进来比总代理还贵，这台是总代理的哦、喔。所以说，如果买得到总代理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进水货、啊，秒杀车款。我要讲，这台它有双液晶萤幕，又有跟车，又有尾翼，又有19寸铝圈。这一台跑车它要跟车干嘛啊？你要跟车，右手还有空啊。要甩尾，要甩尾啊！你在想什么？想说我？这个野马真的。是多年血统啊，他从以前第一代到现在已经好汉超过50年的血统。我们这是6.5代，对，基本上福特那个集团哦，有什么最好、最新、最屌、
最厉害的配备，什么高科技，基本上大概就都在他们的代表车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五号选手，哎呦，五号帅一台凶哦，这一台。哎，这是我们五号选手，这什么车 ？Z4。哎，想当初那只是我高中的时候的梦想，开一个敞篷车。我跟你讲，这台车几乎是所有男生的梦想，因为这个车哦，以前我们很常看很多电影，出镜率超高的。这台真的是帅哥的车子，好不好？然后它是几年的？2014年。里程数多少？6900吧。6900就去尾。20i 哈，20i。其实我们在路上看很多 Z4， 其实有一些你不觉得看起来有点老气吗？对，其实我们这台不会，因为我们这台它这个灯，啊这边的那个圆形的那个光环，对，我们这个是小改款的，小改款的。而且你看它这边这个线条，肌肉线条 V 字型，超下趴的，夏天马上就到了，就大家会想说，哎，刚好趁着这时间，刚好去玩一下，肯定对，去肯定玩一下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台车真的很稀有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轮胎啊。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过，2014年5周的胎，欸，如果说你有调过里程，怎么可能8年的这个轮胎还那么新？所以这里程数，各位保证哈，绝对是千真万确。而且它这个敞篷必备就是这种特殊内装，帅的，你看，哦，欸，而且我刚才忘记讲。我们这一台 Z4， 它是这个最后一台这个硬顶，就是现在新的已经是软顶。有些人会喜欢找硬顶的，因为它该就是开关起来的时候，它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好了，要公布价格喽，最终的收购金额是97万，但是有很多东西要整理的。这个车上的很多环保材质，然后它那个方向盘整理到来，其实大概100出头。其实现在马路上的 Z4， 其实有时候看到有一些是改得很夸张的，嗯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台适合绅士，质感男孩，对，质感。五号 Z4 有兴趣的欢迎找我们仔仔。好，准备来我们的6789号。小豪 ，Hello， 介绍一下这台吧。2017年 A180，它这个算是这个我们怎么讲，末代精装车。什么叫末代金装车？就是要改款的，最后一批，所以把 AMG 加给你啦 ，Apple CarPlay 加给你啦 ，LED 头灯加给你，最好是19寸铝圈，全部东西都加给你。然后重点是这台里程数多少？2.4万。2.4万？对，那几乎没在开啊。而且我刚才讲，它这个是算是末代金装了，所以它把这个副驾的那个电动记忆也加进去。而且我们用 AMG 档，所以里面这个是 Sportline 的那一种，它是麂皮赛车椅。全部都有，而且原车主又顾得超，这真的是粉丝支持的一手女用车。你后座要不要坐坐看？可以，像我用娇小的就比较适合。你几公分？160几。体重多少？50吧。他躺着多少？躺着应该不好说。体重50，躺着体重也是50啊！你在想什么？其实 A180这车哦，其实现在市场上蛮多人在找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宾士，第二个掀背，第三个小车，女生看到这三个就真的爱不释手。而且行李箱空间，我觉得坦白讲不大，但是就是够用够用。好了，这台六号的 A180，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适合首购族女生啊，买来通勤代步用了，真的不二首选。而且这个车又怎样，超级保值。这台车最终收购金额是985000，正常的话。价格可能没到那么高，但是哎，跑24000公里，秒杀货。好，准备最后三台789号，2016年的1200，这一台跑多少？这一台跑10万，跑10万而已。对，2016年到现在6年，跑10万，一年也跑不到2万，不到。哎，这一台车2016年的1200，我们收购价是118万，笑不笑？新车多少钱？新车275万。哎呦，有做功课，有。再来，这一台车马力多少？185匹。哎呦，问不到。好，我这一台要买这一台的，赶快，这个价钱优势。资讯小葵，对，10万公里刚好一点点，刚好达标，地标刚好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这一台。促销价好不好？小葵给你一个机会，好，好不好？要买这一台，赶快找我们小葵。好，下一台八号选手。哎呦，我靠！终于到你了，给你好好表现一下。终于轮到我了。对，2018年的143，这一台我刚才听排气管就觉得它非比寻常，怎么了？很厉害。
他怎样？刚回来的时候，以为他700匹，号称700匹，号称700匹，实际不到500。自己的那个心理因素很重要。对，我觉得他700匹，他就是700匹。对，要先骗自己。对。你看我们粉丝抖内多好，他还换新胎给我们。哎、欸，这个4条不便宜哦。哎、欸，这整台配20寸里圈真的很漂亮，大卡钳这样看起来很饱满。卡梦的照后镜，360度环境。哎、欸，这个、灯膜又直接有，它其实全车其实都帮你弄好好的，真的。更好63的，这是63夜色的，消痕暗夜染，好吧？这配备超好的。哎、欸，双液晶屏幕，哇，按键全满，超夸张。来，哎、欸，满键6颗，多这个啦，多后座遮阳帘。哦，后座遮阳帘，多后座遮阳帘。我很少看到满颗6颗的。对，我有碰过用假的。有，这6颗都试过了，它全部都是货真价实的。货真价实。对，多了2颗、啊，旋转高音。高音柏林，这也是一个浮夸的表现。对，现在有冷热通风椅。对，真的有差。有花钱真的有差，2018年5月出厂的，鸡皮内装还有配红线，真的 CP 值真的够高，而且4条台皮都刚换新的，你看内装红黑配色真的很漂亮，看到厉害的 Bubbles 的尾饰管，你看后面还有一个 F1 的那个警示灯，哎、欸，它连后灯都有灯膜呢，哦，熏黑灯膜，它很用心，全车黑化、欸，很有感觉嘞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有163的那种 feel 咯。最终这一台收购价，我们高雄的斗内，谢谢谢谢，232万的、啊，你好看没啊？这一台真的是卖单价的，这一台的单价真的漂亮，232，好，最终收购价跑多少？5万多公里。哎呦，哎，跑少呢，跑不多，5万出而已。2018年4年等于一年才跑10000出头而已，跑不多。哎，要买这一台的，赶快来找我们阿勇。勇哥真的专卖这个，有什么问题问他就对了。对，43我很懂。好，再来9号选手。欧阳，哎，保时捷专家来了，很久没有讲保时捷。真的，这也来跟大家讲一下。哎，他是家规的，可是他的里程数超级少，然后才跑2万5。2018年的哦，一年跑7000。哎呦，当初新车应该快600万，这个是480几开始选，对，这个选一选也500多万，550以上的啦。你看，而且这种保时捷唯一的轿车就是它。我觉得这一台的 CP 值真的是够高啦，因为新车快600万，得便宜大概200多万下来。对，没错，开4年，这一台有什么重点配备跟大家讲一下？这一台它像它有天窗，全景式天窗，对，这就10几万。它音响它也有选。然后它有14项电动座，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也很重要，14项电动椅也很重要。然后盲点啊，然后那个头灯，哎、欸，还有把手，把手，还有 moment， 这个是 moment 的。还有其实要跟大家讲，其实外汇的这个 panel 配备选的真的超非常的刚好，还有那个头灯也有，头灯也有，真的，就是这一组你没有，哇，太贵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很久没有买车送女圈，你是要抖内，是要抖内，是要抖内一下。你不要逼我，你们得要逼逼我，回馈粉丝，快点。Angelo 啊，买这台的送一组21寸女圈，我要啊，全新女圈，全新台比，连卡钳我都帮你烤颜色 ，OK 了。不上的上贵州，真的，大家上挂头，好气，真的，要男人就是要 S 龟头哎，好到，再来要什么？哎，我觉得。为什么那么多大老板买这个？就是因为它装得下高尔夫球具哦。对，这是重点。这是一整组的，很棒。而且你看，开帕拉梅拉出去跟开 S 出去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对，对。而且现在贯穿式的尾灯，然后整个车型就很漂亮。你看，欧阳真的是保时捷，他是讲到重点。对，而且我要讲一个重点。哎，这车最近不是有小改款吗？几乎没改，几乎看不出来的，还是不要改太多，它比较保值。对对，我在讲这重点，谢谢你帮我补充。你看，感谢你帮我补充。好，这一台有喜欢的赶快，白色全景黑内装真的是。然后我老板说他再送21寸的轮圈。哎呦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要铺车的赶快，最后面。那个干爸、干妈、干哥、干姐、干弟、干妹，好，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如果家里面有开不到的法拉利、兰博基尼、迈拉伦、Honda、福特、喜美、宾士、劳斯莱斯、BMW、劳斯莱斯都会闪，趁现在价钱正好正旺，赶快，赶快，这边扫描我们 QR code， 也可以打 ID 搜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努力的竞争，好，下次见，在这里 ，OK， 拜拜 ，Going。
观众啊，你讲已经看到这，还袂甲我订阅落去？你刚才你搁咧看，敢无够意思啦？我听伊讲，我听到要吐血，讲实在。赶快！我已经贵早上九点搞到现在凌晨一点了，冲向十万订阅，有你有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真的公车专线找少恩，好，订阅专线动动你的小指头，好，我们赶快，每周三五日更新，对，真的很奋发向上，一天工作15个小时，拼了，拼了，拜拜。拜拜。